新闻最后带您一起来看纽西兰的奥克兰动物园，有一头小长颈鹿低下头来，伸长脖子想要喝水，但无论怎么试着伸长脖子就是喝不到。这逗趣的画面也让网友笑疯。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感谢您加入这一节的中视新闻，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晚安。We'll be right back.